我们要知道。过来。做他脸，他不可以有眼睛。还放唐二柱的小刀，那这是在王家脚下产生这个是不是？不是在沙子里面产生那个？不是不是，没有怎么人经过的地方就这样子？就刚刚那个啊。哇哇哇哇哇！我快挂了，汪也快挂了。哇哇哇哇！我不要起来，我不要起来，我不要。好好好好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我晕了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！不要看我。粉身，我的粉身。对啊，我今天我那是昨天这样死的。哎呦！后头后面左尾巴。靠我！跟你们之间都是啥？哎呦，这个真的好恐怖哦！对啊，还敢玩沙有没有？去旁边玩沙。他们咬的真的好丑哦！沙子来的，真的。开大！开大！无缝接轨吗？他这家伙真的是没有死，是吧？好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说除了绿袍呢？我开大了！啊，我在正中间，我回家我不跑了。HTT。快！你好，时间。再跑了。哦，跑出来了。哦，还接起嘞。不错。靠要我就这边去射到。啊！哎、欸，我敲到他的头，撞死啊！撞死的。啊！你的脸怎么那么难敲啊？你要拿远程吗？远程臭甲去射他，那个碎龙射手，不然真的很难。他太高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感谢。好，你可以看，准备看动画。啊，要看30分钟是不是？没有那么久啦，估计啦。那就可以够。对啊，比明灯笼快了啦。啊，你后面要看。至少还有大部分都是剧情。嗯，啊，你后面要看一下那个《巨魔之地》的动画。啊，就只有少部分是那个片尾而已，那个感谢名单啊。对，等一下还有动画。现在是整部的一大半都是感谢名单。那、啊、感谢名单会比上次还少太多，该看的都看的差不多了。嗯，行。哎、欸，我吃猫的那个啊，玉手也没有用啊。
东西好少、哦。几率那个是几率性的啊。没有啊，这是主线任务哎，主线任务给的很少、啊。冰结珠，守护体术，冰结珠。守。我觉得你，哎、欸、，HD， 你没打到是攻击手势吗？我有攻击手势啊，只是还没有洞可以装而已。哦。明灯龙出现，天地黄龙出现，上有两只人物。我天地黄龙出现一次，我怎么有两只啊？我没有看，完蛋了。要吗？要吗？要吗？可以啊。你先打，你先打。其他人。啊 ，nice， 要不要打？给你一口渴。帮忙试试。我上阎王。不用了啦，出来。我在想，我如果拿那个明灯青炉。去抽他的话呢？成功爆头吗？没有。哦，可惜。我想不会拿明灯青炉去抽他头。哦，按住空白键真的轻松好多。撞三次陷阱差不多就可以破头了。不是啊，重点是不好撞啊。不好撞。对啊。不好引诱，你知道吗？他要么就喷射，是啊、要么直接开大招了。我是引到他隔壁，然后转头给他撞。不是，就是重点是他也会打到剑子那个墙、啊、壁啊。真的，就是你走歪一点，他冲上打到会是直线那些而已。我知道啊。看阎王是哪啊？岗梁上面。为什么我看你时光好慢？很慢，很延迟啊，一直都很啊。对啊，哎，我变时光是不是都这么延迟？他、啊、可不可以用辅助的龙三帮你？啊？跟我讲话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在想说要不要讲通缉。我去看攻防好了。奈绝，哎、欸，奈绝护士是叫奈绝护士吗？哇，就不会晕的那个奈绝，对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啊、哦！你们DC 又开始吧。刚才我DC 又红了。不是，是要换国家了。来到香港啦！对，昏厥耐绝护士，耐绝。碎龙的咒语叫做爆破原子加农。我，那是有比较理想的破头是碎龙青怒的那个侧甲宿舍。碎龙的话，我插碎龙的素材，那跟其他装备要做就是。装备的话，估计是穿那个驯龙吧。驯龙吗？我的话是想穿驯龙，之后再拿碎龙，之后去测他的头。嗯，奈绝护士在哪？要吹不？要找消。奈绝，哦，找到了。啊，上个厕所。再看感谢名单。强化装备。啊，感谢你们真的很快了。奈绝，更变，
那一句。你真的是驯龙。我来了，来了，我们出发吧。等一下，谁开？我。天地黄皮龙。啊，想做那把太刀啊！行云流水。啊，这么中二的名字。出来了，一把法杖。对啊，他的名字都蛮。印度风，印度风、佛教风那种，不是吧？泰国的吧？泰国吗？他是这次不是取经泰？他是印度的，哦，是印度的，是印度的，是加罗参考的哦，白痴哦，哎、欸，进来啊，等一下我再用，我按错，按到承接任务了，自由吗？好的，这个加罗鲁。那就是佛教类的那个，嗯，对啊，佛教啊，是。我真的想做他的手掌，如来还叫什么的？如来佛掌，大锤的啊。迦楼罗就是那只鸟。还有哇，为什么他衣服上面还有个背后还有个一个轮呢、啊？我现在是穿他的腰甲，有体力二。然后防御力算高，还给自己插很多毒手。九，等一下、哦，哪里有那个嘞 ？Nice 嘞！我还上阎王。哦，对哦，我要阎王了啦！想哪？我也是要阎王素材呀。不用了啦！不用了啦！你们要等奈斯吗？喂？嗯，大家要等他。我说有要等奈斯吗？就只有他能打到空中的啊。只有他能飞啊。对啊。那我先去，那等他好，那我先去。那你可以先进来啊。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我想要不要去买个宵夜？我先去探索，打一下双翼龙。还是已经打完了？那你先去打，我看他会。赶快弄。看被抓。我家鞋子可以换掉，帮我换两个。哦。嗯。宝贝，我以为我看完了，结果后面还有。并没有。你以为？想不到吧？想去巨魔之地没有这么简单。白波的脸，我的天！没关系，你之后可以换成暴君。哎呀，你左右可以升上去吗？可是灯应该没有以前强了。大凶恶龙，通风哥，我
铁锤，铁锤。好几把刀是好适合玩拔刀弓啊！拔刀，哇！刘展龙的弓，一张最高哎、欸。对啊，只是跟他的展位啊，尴尬，因为他的展位不行。所以就是那种远程类的啊。比如说弓，拿完拔刀啊，还可以装武器耶。弓就不会，弓那种就不会有就不会有掌位问题了吧？不会啊。你要知道这次的弓很难玩哦。是哦。嗯。全部都变了很多。我在世界后期很常玩弓的。我是后期玩的啊。对吧？哇，现在要看萤火了，怎么跟那个 Steam 冬季的时候一样？要看那个萤火。还有爆炮原子加农，最龙的好冲啊，够帅！哎呦！啊，看完了。你以为看完了吗？看完了，他都……哦，抱歉，我错。是真的结束了哦？ 你以为吗？不要去跟调查班班长讲话就好了。对，啊，那你可以进来了，我们会出发了。好，好，我来打最后一场了。干，不会我要玩超重棍的吧？明天还要五点起床啊。打算一龙，接着吃饭补货哈。对耶，你怎么那么贴心？因为我很想要他的眼睛。要两个眼睛还是三个眼睛？
两个，要两个眼睛才能做一个手掌哦。我去看一下我那把太大要几个眼睛。哎，行，那谁赖我？应该就是这样。那么多把胶。和光要两页。这个宝超帅的，有外形。好了。我的猫难道不能帮我挖一下天灵吗？突然想想，他这么大只，超虫弓真的是很爽。这样就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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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开了哈，他早就开了。他的弱点不多。我可以帮你软化、啊，只是你在打阎王龙。弱点自己创造。嗯。那石头嘞？请问，石头要自己创造是不是？哦、上，那就直接上去创造一下、啊。来了，妈，捡到了，有人飞，有人骑鸟飞走了。我要骑鸟飞走一下，我发现我忘了带果仁药。不乱，哎、欸，去哪里？白痴哦、喔！啊，走、啊！哎呦、啊！哎呦哎、欸！为什么？我好强哦！怀念当个龙子。耶，有龙子可以抽他了。需要进第二季，一定要把他头打爆。嗯，就伤害要一定到啊。哦，伤害要够就好了。我以为只能打头。头比较好打、啊。是啊。
掉。可以了，他软了，不是、啊、靠腰，不是，我变蟑螂了。石头嘞。其他的来了，有他软化过了，
不干掉。滚啊滚啊滚啊滚滚！大毅力救了我。没了，没大毅力了，不能玩了，直接玩完啦。我，你怎么没帮我挡？你的盾牌不是可以挡吗？我是直接被喷死的啊！我盾牌扛，我是用扑的啊。九六，我以为你会保护我。我就想，保护不了啊，直接送头哎、欸！真的，怎么跟你送啊？你是不是学我？走啦！还有个落点呢、欸，不，还有个落石哎、欸，就在他前面呢、欸。骑他，撞他，发出我婆的声音。撞撞。有吗？有吗？有了有了有了。有，还在掉，还在掉，还在掉。哦，对对对。其他脸，他不需要脸，我的。他的眼睛好恐怖哦！你说这个会一直看到，不然哪个方位都看，直接看到他了。快打打打！为了你换 KO 猪哎、欸，我的天！你要开心啊！这把刀哥是送你的。完了！哦，我苟起来，我苟下来，我苟下来。哎呀！他开大的时候是不管在哪里，只要在墙就可以了。嗯，对外围。因为他会放正中央。想确认一下，我怕他不躲那里挡。哎、欸，没有人接大招的啦！哇，你还敢站他前面啊？我只能说，好想他的大不会转弯。他在喘呢、欸。累了吧？刚撞起来那些东西。打你鸡鸡，你就笑鸡鸡。因为他是你的。他打到你怀孕。哇哇哇哇哇！看着很气哦、啊 ！What the fuck？ 麦西游！哇哇哇哇哇！你们看到这个救命的粉尘啊？鸟猛，失衡哦！你在喘了，受不了了！粉尘，粉尘！看我啊、不是，我是怕你死。我怕我死了。大大了大了。到底多少度？太大。没有来了。我要飞了，我不想动。啊，没事。哎、欸，黄影。黄影吗？
到墙边，到墙边。还敢追踪啊？过来啊！我跑掉！加油！我知道你盾牌扛得住了。没有，扛不住。哇哇哇哇！哎，怎么他没去？他累。不，他没累。我闪掉了。他那个 Duke。我的天！哎，可以，准备转向，准备转向。啊，红眼的，气死！我抓人了。哦。啊靠呀！哎，结束了。哦，真是比较快。因为有撞到一次落石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那边有东西。哪里？我去捡，再来挖。哪里有掉落物啊？薛丁格的掉落物。我找到了，在这。不，就是不给我。刚好像有看到跳一次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跳两次才有。闪滑。好啊，又共估啊，不给我啊。你是说前玉还是？都是上一场有的。啊，12点了，我去观台。啊，我也要休息了，你们继续玩吧。好。明天再找你们。好啊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已经12点了，就这只是主线最后的网，应该啦，那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也赶快去睡吧，晚安晚安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还是真的没有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大家拜拜。他每次观台后面都要等一些。